石头，你怎么了？是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干嘛？我先问。我没干嘛。哦，柯思怡。你不是看我相亲吃醋吧？才没有，我是看人家女孩长那么好看，怕你破开她。是吗？你别离我那么近。许诺，你很开心啊。没有啊，我分明就感觉到了，我是慌乱，你是开心，所以我分得清。此时此刻，你就是开心的。你是教我打拳还是要我命啊？我怎么惹你了？谁让你带他去相亲的？哎呀，不是你让我去确认吗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再有下一次。你刚才暴力的对一位律师，现在又人身威胁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你告我呀！我不但不怕你告，我还能把你打得半身不遂。你还笑？哎呀，笑你们！因为你夸梁志霄，许诺吃醋，所以他去相亲。现在又因为许诺去相亲，你吃醋，所以向我发火。明明你们这么相爱，还要我确认什么呀？好像是哦。你让我教你打拳，我也教了。那你明天帮我请个假吧。你怎么又请假？明天联盟复赛呀，因为你的淘汰赛非常重要，我得去帮他加油。看在你为我们家林文打 call 的份上，我提点你一句。你知道哪里做错了吗？你昨天是不是跟着许诺？被许诺发现了，并且破坏了他的约会。太心急了，你这样太容易暴露自己，早晚把男人想赢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还好他心里有你，不会因此疏远你。你得调整战略，要学会欲擒故纵，让许诺紧张。调整战略，进攻林文的快速战略是什么？胆大心心，脸皮厚，身体健康，能扛揍。啊！这，踢他，踢他呀！你，林文太棒了！哎。你们家林文太棒了，一分钟打趴对手，2分38秒通关。不愧是我周延信的女人。我看你最近就是工作太闲了，加点量。别这样啊！我看直播也是工作，我得帮你分析格斗吧少女的后续价值。而且今天是首次两两对抗，肉体搏斗容易发生法律纠纷。那你好好分析分析，让我听一听。你说像林文这么美这么帅的女生，我觉得我配不上的，怎么办？你不只是配不上林文，
你更配不上我给你的薪水。许诺，你这不公平啊！本来我今天也像像可思一样去现场给他们加油，这不乖乖在家陪你工作吗？你理智同仁，再说了，签24小时陪伴的又不是我，是可思议。你折磨我干嘛？他的合同上写的很清楚，在法定上班时间之外，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，要我尊重他的私人爱好和个人空间。嗯，这可思议，一点就通，这么快就会了？这么大的漏洞你看不到吗？老板，这条是您自己加的，谢谢。那要你有什么用？废物。喝点水。谢谢。等打完这场比赛，你会有2周休整时间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好好训练，也可以准备毕业的事儿了。这么想是不是就没那么紧张了？可是跟选手打，不会受伤吧？怎么办？这个你不用担心。我不是担心我自己，我是不能受伤，千万不能受伤。你只管上场，放心，这次的对手伤不了你。为什么？为了后面淘汰赛的节目效果，我们安排的对手都会比你弱。因为你现在节目热度高，我们要保你晋级。池夏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那这对其他选手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思怡啊，我们这是综艺，好看就行。现在只是游戏阶段，你不用担心不公平。后面的女神挑战赛才是真正的比赛，才是真正展现你们实力的时候。